啊，大家好，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以前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咧，老师咧就会俾一本手册俾你咧，要你做一啲嘅记录啦，喺本手册度，譬如白板或者黑板上面有啲咩重要嘅事项咧，你就写落手册度，咁啊书啦，一啲嘅回条要签啦。一啲嘅可能下个礼拜要做 project 啊，或者系有啲咩学校嘅旅行等等之类咧，咁老师总会叫你咧写晒落本咁嘅小嘅手册度嘅。咁出到嚟社会之后咧，会唔会有一啲相同性质，好似手册嘅嘢咧？有嘅吓、啊，就系、是、日历啦。咁呢个日历嘅功能，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用啦？就系、是、可能记低你当日有啲咩行程啊、工作上嘅嘢啊、日常嘅嘢啊，有啲咩要买啊、有啲咩要交嘅一啲费用咧，你就可以写低晒喺呢一个嘅日历入面，然之后咧帮助自己记得好多一啲嘅小事项嘅。咁今日咧，我将会试一试呢一个嘅日历啦，然之后记录我一个礼拜内嘅一啲工作嘅。咁当然啦，拍得出嚟俾大家睇嘅话咧，一定系同影片有关嘅。咁所以咧，我就拍一条关于日历嘅影片，然之后呢一个日历入面咧，就记录咗一个礼拜内嘅一啲上传影片嘅一啲嘅工作啦，系啦。其实我最主要就系想俾大家睇下，我呢一个礼拜入面究竟有边几日可以做到真系嗰个时间出片，或者喺嗰一日出片啦，系啦，嗰个时间可能慢少少或者尽量做啦，系啦，咁但系当日我谂应该都得嘅。咁6月9号今日嘅话咧，其实应该系有一条 Pokemon 片可以出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我最近玩紧一只系叫做《传说六宝石》嘅一个 game 啦，咁所以咧我系应该系可以出到片嘅。咁至于几时出片咧，我就预计喺八点左右啦，吓八点左右。呢啲就唔使点讲啦。然之后咧，我预计我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其实我想直播嘅，其实我想直一直都好想直播啦。但系咧，硬系啲时间唔系好就到嘅。OK， 好，我哋先睇星期五先。咁星期五一样啦，我都系想喺七点半呢段时间或者至八点呢段时间啦。时间冇乜所谓嘅，总之出到片就得啦。咁啊，传说六宝石五啦，咪一日一条片咪差唔多啦，再加埋少少嘅剪接，一日一条片啊，绝对轻松嘅。OK， 至于11号同埋12号呢，我都想喺11点呢段时间啦，开一个短短地或者一个直播，系啊，我想直播 Dead by Daylight 或者系 Pokemon 嘅信长之夜望，你都未玩完系啦，或者信长 Pokemon，OK、okay?。或者同大家傾下偈啦，嚇傾偈時間 ，OK。咁我希望我做到啊 ，OK。先寫低先啊，通常呢啲好美滿嘅時間表啊，寫到啊，今日六點鐘我要起身，六點半去出門口啊，跟住咧七點鐘我要去到唔知咩啊咩大圍踩單車啊，跟住一個鐘頭我要去到大美東係啦 ，OK。總是很理想啊，呢一個嘅幻想入面。咁大家可能發現到咧，我星期六咧就冇寫到發布影片嘅。咁我要唔要發布一條呢？我都係照發布一條啦嚇。啊，講起傳說寶石，我應該有條 Colormon 嘅要拍嘅，係咯，我唔記得咗成日都。咁希望透過今次呢一個時間表，我會記低啦嚇。咁 Colormon 就星期五啦，我預星期五出一條 Colormon 嘅影片啊 ，Colormon 嘅新集數。集 ，OK， 希望呢个日历可以帮助到我喺呢一个工作上嘅一啲嘢啦，推动到我的工作啊 ，OK， 好啦，咁依家咧九号就系传说六宝石三啦，然之后传说六宝石四就系星期五啦，咁而星期六咧就系、是、有一个传说六宝石同埋直播嘅一个片段啦。星期日就应该未必会再直播啦，因为其实对于直播我有另一个嘅睇法啦，系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OK， 星期日应该就可以休息啊，或者拍一啲生活类型啦。咁但系呢一日咧就唔会系上传啦，呢一个我俾自己睇嘅，系啦。我可能大概讲紧三点钟啊，拍一啲生活类型啦，或者生活类型嘅影片啦。啊咩食嘢片啊，試食啦、啊，又或者係貓片啦、啊，講咗好耐嘅貓片啦、啊，由佢哋細個嘅時候咧，去到大個，差唔多都四五年咧，佢哋都仲未拍過一條影片係介紹佢哋，直係知啊一叫貓佢哋係啦 ，OK， 好，咁依家九十十一都有啦，十二號都有啦，拍生活類型影片，但係呢一日咧就不作任何嘅上傳影片嘅動作啦。好啦，今日13号我预计都系6点，我会拍一个嘅
傳說綠寶石啦，傳說綠寶石嘅新集數啦，都係啦，新集數，然之後再加埋或者啦，畫生活影片一條，係啦，簡簡短短一條 ，OK， 錄影 ，Colomon，OK。咁至於14號咧，依然啦，傳說綠寶石都係每日 keep 住一集啦。老實講，非常之簡單嘅，一日一集數。好，傳說綠寶石嘅新集數啦，同埋 Colomon 我都預計會出到啦 ，Colomon 嚇 ，Colomon 嘅新集數 ，OK， 好啦，呢、這個理想總是好美好啊，係啦，我預計大概會每日嘅行程都有一至兩個啦嚇。咁寫埋16號呢將會係最後一個啦。15號一樣啦，新集數嘅傳說綠寶石啦。跟住呢度有 Colomon 嘅新集數啦。Colomon 我預計應該都要玩十幾集，所以都係啦。所以應該都好多集數可以拍啦 ,Colomon。好啦，嚟到16號啦。咁16號呢將會係一個星期入面嘅最後一日啦。咁喺星期四，即係下個禮拜四呢，我想喺11號開一個直播，開一個閒談直播啦。咁嗰日就唔會打機或者睇情況啦，係啊，睇呢個觀看次，即係睇呢個觀看人數同埋其活躍程度嚟去決定我呢個直播會唔會延長嘅，係啦，看聊天室反應再決定長短直播 ，OK。咁我预计都会喺11点至12点呢段时间开个直播，大概维持一至两个钟嘅短直播啦。至于拍片方面呢，如果有传说绿宝石或者未爆机内就传说绿宝石新集数啦。至于 Colomon 呢就 Colomon 就呢度新集数啦，冇咩特别嘅。OK， 新集数啦。OK， 咁维持一个礼拜嘅时间表日历呢终于就写好啦。咁喺呢一个时间表入面咧，我星期六日咧都工作上唔算多啦，然之后星期一即系呢平常日子咧就会拍一啲游戏影片比较多啦。好啦，咁大致上一个礼拜嘅一个时间表就写咗出嚟啦。咁希望呢个日历可以帮助到我喺工作啦，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嘅频道都知道咧，最近咧嗰个活跃程度都比较低啦，上传又冇乜上传啦，跟住玩一啲游戏咧，好快又断咗一断，跟住之后先再玩翻啦。所以其实我都希望咧，这个日历可以帮助到我，真系根据翻佢呢个日历嚟到工作啦，即系跟住时间表咁工作啦，好有规定、好有规律咁样做啦。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有呢一个嘅习惯啦？如果大家有呢个习惯咧，可以同我讲下，分享一下。咁呢个时间表对你嚟讲有冇啲咩特别嘅用途呀，或者係你觉唔觉得你嘅工作模式真係会上升咗呢？我最想知道嘅就係呢个工作模式。因为本人其实工作模式都比较飘忽啦，比较飘忽，突然之间就想去拍片啊，好有心机，突然之间嗰日就拍咗三四条片，好有心机嘅。跟住第二日呢可能突然之间又冇乜心机，突然之间唔係好想拍，只係想打機，唔想拍，係啦。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咁大家可以留意話俾我聽，你有冇用過呢啲時間表嘅工作嘅形式啊？又或者同我講你用過之後覺得好定唔好，亦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分享俾我啦，喺下面留言。OK， 好啦，咁今次呢條影片嚟咗先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一段呢一個禮拜入邊有冇邊日突然之間嗰一日，咦？你好似冇做喎，係啦。咁可以喺下次嘅影片度話翻俾我聽，好啦，各位再見，拜拜。